懂，把这四个螺丝拆掉，把上面的整个拆掉，下面继续，我拍一下，等一下我再忘记了，你说嘛。把这个拆掉了之后，然后这一个直接就拿出来，然后那这里面还有一个滑块，也直接拿下来。嗯。然后这个滑块，这两个滑块套到那个磁性滚筒上，会吧？嗯。那把这个磁性滚筒再直接搬到这个上面来，走这个滑床里面套下去 ，OK。嗯。然后那这两个套进去了之后，再把这个柱子套上去，往上面往这螺丝四个螺丝收紧一下。嗯。明白。关键就是说，它这块就是说，它这个整个机架往里面就是套上去之后，往里面拿的时候，就是说它怎么，它就是，因为它一根是一根轴是做的长一点，一个是短的。长的在这一边。长的放这边。肯定在这边。啊，长的放这边，戳到这边来，它这次就是固定的就能做好了吗？就是能，就是，来回要左右移一下看看。哎呦，姐姐，你等我说完，你中间别在那里打，好吧？啊，你说。等，跟你讲个问题，我说真的是。你说。伤脑筋的很。你说啊，长的放这边，长的放这边，然后呢？长的放这边，短的放那边，然后这个轴在下面套好了之后，直接连这个轴，对着这个滑块再滑下去。嗯。明白，没问题啊，好。你别东插西插，这个动作你明白了没有？就在这个空间之内滑下去嘛，就这个不是取掉了吗？当时，对吧？取掉要上到那根轴上，连那根轴，连这个滑块，这两边的滑块一起拿上来，然后两个滑块对准这个，对准这个槽，然后滑下去。嗯，这我懂了。这个换好了，这个换好了之后，然后再从边上把这一个换上去，把这四个螺丝锁紧。嗯。然后这里面的话。这一个的话就是调压力直接把这个拧下去，因为它那个磁性滚筒是有限位的，嗯，你一直扭，你旁边那个齿轮摇晃到了之后，你一直把这个滚轮压死就行了。那个视频我有，那个视频后面我有的，那就是他不知道怎么是安装磁轮，那你现在说墙的放进去，放这边放下去了，他就自动就固定好吗？那边也不用管它了，那换下去了，你这里要对着齿啊，上下齿轮要对着。那个滑块就是这个滑块跟那个磁滚是放在一起的，直接滑下去。那我就不用那个了，它只要直接穿上去就好了，它不用什么左边长一点、右边长一点什么问题了。你这里面左边长一点、右边长一点，然后这里面就是说这根轴上过去之后晃下去之后，然后在这里面不是有个那个轴上不是有一个螺丝吗？轴，你那个图片上啊，你看这里排骨，那个轴上面不是中间有个螺丝，然后这里面还我们有配了一个平垫的，先平垫放上去，然后螺丝直接锁紧，等于就是说这一头相当于跟这根轴拉在一起的嘛，然后调节这里整个那个上模就可以左右调了。就是这里，我估计客人就是问这里怎么调的问题，他别的都会。对啊，我这里现在已经告诉你了。我没听懂，这就是，看到你们的头上。